红秀中文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亦凡。七年前的我呀，18岁，在加拿大读书，或者是刚去韩国的时候吧。对，从现在开始算七年后是吗？就是我32岁的时候，暂时还没想过。我希望自己能活得自由自在的，然后能够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唱歌啊，跳舞啊，演戏啊，各方面，还有走秀当模特，哈哈哈，我的新职业。靠热爱，对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热爱来得更直接了。就是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对这个生活也好，对事物的热爱以后，就会失去动力，就会变得失去方向跟目标。所以我觉得这份热爱是使我能够坚持下来的理由。当然有了，太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家的时尚单品根本数不完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就是你说吧，是没有什么是没有的，太多了，我每个都喜欢，每个都爱不释手的。沉淀、充实、成长吧。坦白说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反正很舒服啊。我觉得这个男人呢，应该试试这个发型，这发型不试的话会后悔的。所以我推荐各位这个男性朋友们，各位男神们都尝试一下这个寸头，特别的凉爽。